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左半边，这个球打得蛮深远的，这个球抓在肩内，对，打在了线上，今天是安打，这个球要回传传二垒这边，但也没有传到位。我这一次二垒打已经形成了，所以并不需要那么长传到二垒。我想这个球只要能够顺利赶快传给游击手来做转传就好了。那游击手要往哪里传呢？当然后面。